中视新闻的独家消息，基隆警方在昨天晚间接获了民众的报案，有一对男女啊，他们待在公厕当中却久久不出来，警方在门口埋伏，等到了毒虫开门的时候是一举围捕，现场直接就发现了 K 他命，而这对吸毒的男女被抓的时候，这个鼻子上啊都还残留有白白的 K 他命粉末，想赖也赖不掉。在公厕吸毒的少年以为门外没有人出来接电话透气，守在门外已久的警方上前围捕，当场发现 K 他命，还用百元纸钞当作吸食器。小姐，你这个100块怎么样卷成一卷一卷的？这种这吸，这种吸的快，你想明白？基隆万木山海滨的公厕，民众发现一对男女待在公厕久久不出来，报警处理。警方悄悄来到现场，低头趴看，发现一对男女正在公厕吸毒，年龄都只有20多岁。他们大家会以为说这边就是警方可能比较少会过来巡逻，但事实上警方针对这种重点区域，我们平日都是加强的勤务作为。警方表示，尽管这里的公厕位处偏远，但每天都有派员巡逻，歹徒千万不要心存侥幸。